为了保护传说中血流星所在的魔鬼脚印，当年的星球家们被克拉无情消灭。痛苦的回忆使迪亚失去了彩虹石的力量。麦当与克拉的战斗终于开始。咕咚试图拖延克拉的援军鼹鼠部队，却失手被装入怪物泡面。怪物泡面，银河眼开发用来储存飞高等生物的特殊装置，因为使用脑电波的判定，所以不能吸收高等智能生物。但如果是某种人为造成的生物变异，有可能会使泡面产生混乱的效果。而且居然笨到把自己扣在碗里，呸，这丢人的家伙到底是来啥的呀？就是啊，没人帮咱掏耳朵了。就去找那两个跑掉的家伙吧。对了，这个要处理一下，切成碎片吧。就什么东西出来了？鼹鼠的视力极差，所以用电锯产生的噪音可以将物体的外形通过声波反馈给鼹鼠，这样就可以用耳朵看到物体的形状。刚才那家伙嘛，形状好像不太一样了。新姿态，国王参战。刚才怎么了？什么表情啊你们？萝卜！快活！这是合体。从没听说过怪物泡面有这种效果，而且合体的话，战斗力什么的也会增加吧。先是兔子，然后是龟，再这么闹下去，我都忘了原来的英俊外表是什么样嘞。起不来嘞，和原来一样蠢吧？比原来还蠢是吧？呸！为这个蠢家伙耽误了这么久，真是丢脸啊！赶快解决掉吧！就兔子龟，兔子龟，萝卜呀！怪的合体果然增强了能力呀！这是我干的！当然啊，嘿，看看，小家伙没锯到你，多伤自尊啊！喂，如果被他们锯到，我伤的就不只是自尊了，太丢脸了！我又投降了，做饭媳妇那不都可以？还有掏耳朵，就是嘞！不要！那也不用出现回声吧？你这家伙油嘴滑舌，根本信不过。居然有我切不开的敌人，太丢脸了！切不开？你笑了？没有。别得意，在鼹鼠最强的招数你还没见过呢。最强招数？彻底被小瞧了，那就。
让你好好见识一下吧。鼹鼠部队的各位，嘿哈，请马上来星球会支援，嘿哈。刚才那两个家伙通过迷宫了吧？反正这家伙除了缩在龟壳里也没有别的本事。屁，回头再收拾他好了，走了。算活下来了，虽然变成了这个鬼样子。他们去找麦当了，要我把鼹鼠引开而已，我已经做到了。反正麦当已经到了那边，后面就和我没关系了。不过如果这些家伙和那个克拉联手的话，麦当那小子……喂，你很啰嗦，什么自动巡航，什么休息站，约好一起去彩虹海，你就要跟我去。咱们一定会找到他。好烦啊，我为什么要为随从考虑那么多呀？准备好咱的锯子。哎，你们真的是要去帮忙吗？哼，加油嘞，用这些烂锯子会很辛苦嘞。啥？啥？嘿哈，鼹鼠部队请尽快赶到，听到请回话。他们催你嘞，臭家伙。怪鼻子，没眼睛，大肚子，小短腿儿。啊！真的吗？对这样的外表，居然很满意吗？嘿哈，鼹鼠部队，请。蠢家伙就是蠢家伙，明明放你一马，还不赶紧跑掉！呸！你们躲在龟壳里就给小看鼹鼠了吗？合体的话咱也可以啊。救救救救救救、鼹鼠们合体。鼹鼠们合体。不是吧。继续，超级鼹鼠王。不怕不怕，伤不到我嘞。都说没用嘞，真是一根筋嘞。烫啊！就算可以不被电锯切到，但是高速摩擦出现的高温，龟壳可挡不住啊。好烫好烫，降温嘛。萝卜呀。完了，臭英雄果然就是这下场了，我都被烤成香味了。不自量力的蠢家伙，好好后悔吧。被烤熟了吧，活该。
结束在龟壳里真适合你这种胆小鬼啊。你的同伙居然会把你留下，咱觉得根本就是想借机会甩掉多余的你吧。有道理有道理，谁会愿意带着你这种拖油瓶？要赶紧赶过去了，省得克拉大人不高兴，你的同伙说不定还要感谢我，帮忙解决了你这个大麻烦的。拖油瓶，多余的。要命啊，刚才的会议真是乱七八糟。如果没有约瑟亚大人，这个星球都不知道会被咕咚和咕咚陛下变成什么样。算了，老国王为亚亚罗星球做了这么多，就算是为了报恩吧。反正有约瑟亚大人来主持，咕咚陛下只是个戴着王冠的摆设而已。咕咚陛下，您怎么？实在对不起，刚刚没有看到您。您没有听到什么吧？都没有看到我吗？没关系，没关系啦，我刚才坐在这儿睡着了。也是哈，咕咚陛下主持会议时也经常睡着。那我们先走了啊，咕咚陛下。带着王冠的摆设吗？星球臣民自己的小面儿，能把所有东西都丢得这么干净，咕咚陛下这样的国王还真是少见呢。是我拆掉了空间跳跃装置，我终于害了雅雅罗星。就是因为不想失去任何一个人，咕咚陛下才会被你骗去造不死药。虽然我们的溺爱让他变得软弱，但是我相信，如果现在咕咚陛下得知真相，他一定不会离开。你听到了吧？他们没有放弃你，他们相信你会保护他们。你的约定还没有完成，所以出来呀！我是害自己星球被毁掉，害了亚亚罗所有人的。你是国王啊！你想保护他们，才会被那个女人利用的。就算发生了这么多事以后，他们还是相信不会被你放弃。能得到这么了不起的信任，只有亚亚罗的咕咚国王了。一定要努力啊，咕咚陛下。我是国王啊。那个敢挑战克拉大人的臭小子，等着尝尝鼹鼠的电锯吧。谁是多余的？麦当有必须要做的事，他是相信我才会离开的。身为国王，连一个随从都照顾不了的话，还怎么拯救自己的星球嘞？先关心你自己的小命吧。这回彻底把你烤成焦炭吧。果然我还是不行啊。不管怎么装模作样，我根本就不是程英军的料，放过我。咱为什么会碰上这么不像话的对手啊？咱来帮你结束这丢人的人生吧。嘿嘿，扎出来。在这里接不到了吧？啥？如果不出点洋相的话，根本就接近不了你嘞。好臭啊！
是，你总不能一直粘在我身上吧？龟龟熊的这一招虽然一直很讨厌，不过有时很管用嘞。咕咚咚咚！这又怎么了？不过是转来转去嘛。你的耳朵很好用吧？快速旋转的话，灵敏的耳朵让你受到的伤害应该比一般人大很多嘞。糟糟了！不认识雅克斯，毕竟我学过不少东西，因为他知道我是国王啊！又说我很讨厌这种。绝对不行，绝对不能这么丢脸，绝对不能被你这种小丑打败。龟龟熊的力气应该够了吧？结束了！喂，大家快快来帮忙哎！找到你们了！蠢家伙就是蠢家伙，永远改变不了的！结束了！人家全完了！糟了，来不及了！昏过去了。我果然是伟大的咕咚国王啊！本来以为他引开鼹鼠之后一定会安全跑掉，没想到之前小看你，真是太对不起了，咕咚国王，是吧？嘿嘿，看来你也是个值得信任的。好朋友啊！要命嘞！鼹鼠部队失去联系，怎么会？无所谓，来了也是碍手碍脚。真可惜呀，错过了刚才的空间吞噬，你们就再也没有机会。伤到我一根头发啦！说什么啊你？毁灭了整个星学会，毁掉了面包圈马戏团，你不该做伤害那么多人的家伙，亲手打倒才可惜呢！打倒我呀？你人生的最后一句话，就是这句笑话吗？这家伙好麻烦啊！没用，克拉的特殊能力是不会在任何战斗中失败的。强者对弱者的支配是宇宙中永远打不碎的规则。下一站，冰冷的嘲笑，钢铁规则。